他们两只超怕的，超好笑，躲在下面。我今天想要来试着自己做 London Fog， 刚好上一次 event 留下来了非常多 Earl Grey 的茶包，所以我就跑去买了这个。Vanilla extracts， 基本上其实就是奶茶加了一点点那么的 vanilla 的味道而已。打好的牛奶，这个饮料虽然是叫做 London Fog， 但是听说是在温哥华发明的。因为这个 vanilla extract 不是甜的，所以少了一点点甜味。加黑糖很奇怪啊。喝起来还是比较就像是甜甜奶茶而已，还是没有那种 London Fog 的味道。上网再研究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Vanilla 加的不够多，但我刚刚觉得我已经倒好多了，再多跟感觉会有那种化学味。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今天工作虽然还没有做完，但是我得先去找个 dry cleaner。不知道你们在相机上面看不看到，这边有一点点脏脏的地方。然后我原本想要拿去换，他说他们最后一箱，我先没办法换，只能退货。那我想说，我自己去找 dry cleaner 看清不清得掉，然后清要多少钱。这是我今天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再晚了就不能退了。但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笃定想要穿这一双，因为它是我目前试到婚鞋里面最舒服的。我觉得这真的有可能有办法让我至少撑个半天吧。就非常的希望能够解决就是这个小小账目的问题。我们都要搬走了，才换新地毯。天哪，我们终于可以脱离之前那个丑地毯了耶，这个好看很多。我们上个礼拜车子去撞到第三个超大的坑洞，然后原本以为只是就是爆胎，结果不仅仅是爆胎，我们连轮圈都有损坏，就有裂开，然后有凹陷，结果我们连车都还没有修好又跟人家擦撞，害我现在有点小小的阴影。我真的是没事，就没有人都没有事，就是车有点就是小刮伤，你知道吗？但是就是我心里就是稍微有点创伤，所以我这几天都不太敢开车。那我想说，我就只能就是用走路或者是坐车的方式到。到不了的话就可能要跟 Terry 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开车带我去。那希望我在家里附近可以找到一个感觉还可以的清洁的地方。我问了几家都说清不了，看来可能还是只能退货，然后再看看他们家有什么其他的鞋子。天哪，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没有货的是加拿大，美国的网站上面有货耶。我太笨了，我居然到现在才想到这个办法。 OK， 那我先来退货，来吃早中餐。因为我做的实在是太随性了，所以就没有特别弄。哒啦，就是泡菜、韩国辣酱跟一些辣椒粉做的一个辣鸡，我自己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因为我鸡完全没腌。我觉得以后其实鸡胸肉可以用煎的，切小块煎。我之前都是用烤的，但是我觉得烤的就是没有那种外皮酥酥脆脆那种口感。好久没有做 bullshit 了。Good for a workout， 就会比在地上更难一点。我很想知道你们家的猫有这么会掉毛吗？头头每天梳都这么多哎，真的超夸张的。晚上的讲座，所以我现在白天是来运动，刚起床。
找到了，停下来，我往前面等一下。今天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日子，晚上6点我就要先去为我的讲座做准备，讲座是7点15分开始的样子，然后一直到晚上，应该全部结束大概晚上9点回家吧。我差不多准备好要出发去多大啦。说真的 ，public speaking 真的不是一件我特别喜欢的事，然后我也不是特别在行。But I feel like years of YouTube has prepared me for this moment, so I think I'll be okay. 从很常待的 building 之旅，今天他自我推荐说要陪我来。但他应该非常的无聊，因为他到半个小时前才发现今天的讲座是1个半小时。他说：“你到底要讲什么？”我说：“我也不太确定会不会真的讲那么久，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你知道吗？要自己一个人撑1个半小时的场，实在是有点尴尬，辛苦他了，什么都听不懂。”他说：“他可以帮我录一点片段，然后跟照一点相。”现在学校附近多了很多吃的，以前都没有。很开心今天能够被 Russell 邀请来学校做一个简单的访谈。觉得给你们打个建议，就是如果你们暑期还是进入找实习，在北美文化里面，就是你不是只敢念书，就是你一定要去多多累积，不管参加社团或是实习或是各种各样的经验。像我一开始说过 YouTube 是在2012年发了第四集，然后那时候就还蛮多人看，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我的学业还是要延伸。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错误的地方。任何机会，如果任何一个人跟你说我要给你一份工作做这个，就算你可能没有非常有兴趣，但是如果你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话，那你就要抓住。吃晚餐啦。I think I know what I want. What do you want? 44嗯，改变主意，吃汤面好了，我喉咙完全不行。看起来好赞 ，Yes。今天状态蛮好的，就遮了眼下，然后底妆都没有上，画个眼线应该就可以完成了。那我现在在去上Pilates 的路上，今天是蛮早的课，今天是10点课，然后说9:50要先到，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过去。Inhale to stay and exhale, and rolling down, rolling down. And reach and twist, yeah. Okay, reach and twist. Good, your breath's better. Exhale, good. And when you're coming down, flex your ankle and use your heels to drop you down. They're going to help you to engage your hamstring and your glutes together. Good. Three more, open and close. Two more.Inhale to stay, exhale to use your pelvis and rolling down. Great. Hold. Inhale to stay, exhale to use your upper abs and roll all the way up. 我们上完普拉蒂斯了，再来吃早午餐。耶，植物来了。我点了烟熏鲑鱼的班奶鸡蛋，他点了是一个好像是猪肉的，吃的完全不是非常健康。
It's either 1 hour, 1.5 or 3 hours. 这个午餐要吃两餐饭。Hi. The lighting is so good. I hope it is. Yes. 超可爱的。我们的食物来了，这个是我们一起享用的，法国吐司。Got it. It's so good. 那我感觉墨西哥式早餐。今天要去一个还蛮特别的 event. You guys will see. 我今天穿的这么黑红黑红的，可以猜一下我要去哪里？OK， 所以我的记忆卡好了，唇膏带了，钱包带了，还有眼镜。我现在准备要到市中心这个小机场了，我很兴奋，就是任何跟肾上腺素刺激的活动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Start off by giving you your lingerie wings. Thank you. There you go. So come on in. Let me show you what's going on. Lovely. I love the beard flyback. Yeah. And a really cool thing about Longines is that they sell 50% men's watches and 50% women's. Which one of you guys are sitting in the front? Yeah.